大家好，我是谢云锦。从这个1978年，我14岁开始呢，就开始研究风水、命理、姓名学方面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东西。那其实，在很多老师的带领下呢，我在这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从29岁开始呢，就成为这个正式的职业的这个老师。那在这方面来说的话，针对风水跟这个八字姓名学来说，是我的这个专长，主要专长。目前到目前为止呢，上过这个不管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有关华人相关的一些风水命理方面的一些节目。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个所谓的媒体跟这个知识的力量，让富人累积财富，让穷人改变命运。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李经理老师，精通命理、地理还有法师有30年的时间，目前在高雄有教5天的课程，有第一天是紫微斗数八字，第二天是面相，第三天的是景观设计，然后有在教高级班的，已经教到中级班的景观设计。在预售屋或者是中古屋方面，或者是你的房间里面，往往都会碰到一些煞，或者是外面的煞、里面的煞，或者是你本身所弄出来的煞啊，会影响到你个人的身体。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于子莹于老师，自1984年从相信风水命理，进而接触风水命理，到钻研风水命理之中的姓名学的部分，知道一个名字的好与坏，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姓名代表一个人的符号，也代表一个身份。姓名学得好，对我们的运势会有加分的效果，因为名字如果学得不好的话，会对我们流年运势会有雪上加霜的力道。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我们称作八字，属于先天命的部分，后天的部分包括我们的名字跟风水，属于后天的部分。当我们八字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就由改后天的名字来做个调整。一个好的名字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圆满。我本是命理的专业，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台湾的台中做不动产销售员。那现在在的公司是台中的永庆不动产太平汉西店，那也是个百万经纪人。那我最擅长卖的房子是别人不敢接的，比如说它是有风水瑕疵的，路冲啦、相冲啦、剪刀煞啦、瓦斯行的旁边啦，那又或者是断层带跟地震带这样子的一个房子。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大概都不晓得，断层带、地震带看起来、听起来很危险，但是很多人不晓得的是，它也有可能是龙脉。当然福地福人居，那运气好的人就可以住到那个风水不错的房子。我名叫黄春成，在1965年我的第一个孩子文楚出生了以后在这个姓名学上八字方面的研究下，历经30多年来，与同业同仁大家的互相交流研究下在随时界的成长受惠良多啦。尤其在灵界方面在1973年接触到上天旨意以及大乘魁星梯度大乘夫子以后，就在这个行业上以魁星梯度这个化作帮人家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奎斗，来自台湾的彰化，我的专长是
风水堪舆命相，地理方面尤其是阴宅阳宅，我擅长于利用阴宅的力量阳宅的力量来改变主家的命运。我从事堪舆的时间已经有20几年的时间，期间呢我有考察过中国大陆18个省份的风水。我发现祖坟是一种品种改良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祖坟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选地，并不是在营建。有一些坟墓营建得很漂亮，但是地不对，那一样是没有好的效果。大家好，我是台湾彰化市吴景华老师。我在彰化市成功路这边有开的一间命理馆，我的专业是八字、择路、卜卦、姓名学，还有阴阳宅。当然啦，我在这边的话已经开业也有10多年了，在这边也服务过地方上不少的人士等等，而且他们入后也都证明他们都是无论在事业上、在婚姻上、在人际关系上都获得相当的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应与答谢，感谢大家。我本身来桃园区建立南天堂义正圣殿，接受64代大正人夫张美良的启示教导，成为太上正一，名为都公，行南天堂义正圣殿的法事。在堪舆跟道教文化的连结，下一步的努力就是要如何去把它堪舆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夏江庆，我是从事寺庙传统雕刻，也是台湾最后一批的传统雕刻师傅。刚开始我们从寺庙那个业主跟我们讲他的那个构思，然后我们从那个初胚构图，然后给庙方看，然后到整体做出一个模型，然后从无到有整个工程的一系列承包。在我们这个行业要是体积太大的话，我们会以抽薪，就是以中空的部分下去那个实施工艺，下去雕刻。因为实心整体木材还有它的施工方面，我们会有点问题，太重了，没办法。大家好，我叫做廖树斌，住伫高雄市中华区。我从事特殊行业已经25冬啊，生老病死拢有哦。囡仔号名，嫁娶合婚，主体皇体，祭请解运，庙会做酒，超度发挥，往生企业拢有做，一切包办。要安怎确定好处哦？入去按感觉的内底，按入去人看到的轻松，气场袂歹安尼。就会使啊！入厝的时阵，安来安身为社土拜地之主，来就是要准备青花、素果、红叶、花果。我是台湾台中这个中华星象堪舆真实协会台中市分会理事长张明达张老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本人这个。我本身呢是从事风水堪舆择日地理住宅这方面的专业最主要就是说择日还有阴宅阳宅的部分
哦，这个地理哦这方面啊的专业啊，然后我们这个祖传哦，我们是红潮河体系下来的哈，我们红潮河体系下来，我们是第七代啊，从我爸爸、我阿公哦，都是这方面的专业。所谓山管人丁，水管财，哈，山代表人丁啊，水代表财哦，我们要人丁兴旺。哦，这个财源远长流，然后财源广进，哦，所以说这个风水地理啊，这个我们很强调的，就是说前后左右我们都要去顾虑到，哦，这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各位大家好，我是潘永长，我从事的是寺庙雕刻，在寺庙雕刻方面，我的经历有大约在于40年左右。那从事这方面，我认识了很多一些前辈，所以让我接触到有风水，有古建筑，有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让我有多多的接触以后，增加很多各方面，对于我们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了解，也让我学习了很多对于中国方面的建筑物以及雕刻工艺品方面。我叫杨吉全，杨老师，住在台湾台中丰原，目前的职业是命理老师，专业在紫微斗数、阴阳宅、命理学，还有择日课，这些都是我的专业课程。好，姓名学呢，在一个人一生当中，在环境里面，在名字有分他的环境和个人的一种个性，还有他的灵动力，对每一个人的灵动力他所影响，能够产生和父母啦、兄弟姐妹啦，还有事业啦、财帛啦，这一类型都，如果你名字取得好，那你就可以帮助你一生非常的顺遂。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小琉球的蔡小姐。那我本身来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是传统艺术建筑的彩绘工作。那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以我自己个人来讲，做这个工作做到目前为止是有将近22年的时间。那这个工作现在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是，说这个传统艺术的工作，艺术的彩绘工作，就是已经面临断层的一个部分。像这种我们看到金色的地方呢，这些都是金箔去贴上去，然后颜色和五彩锦绘的颜色。那这是我们负责的工作之一。我就是罗永玉，自从开发山乃镇以来有30多年，差不多将近40年了。那么一步一进，都是一直改进，一直研究研发，一直改进的。现在也有本身所画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比较有特殊有这个突出的意思，还有。我有去请这个奏职升职，一直升到上清大洞经络，还有受禄也去中国受到上清大洞经络，兼五路财神，兼阴阳服饰金真人啊，阴阳服饰金人啊。我是罗凯雄老师，我在台湾台中，
从事命理行业已经12年，自小钻研命理、风水、择日、卜卦等武术专业，从小就非常有兴趣，而且就是非常有机缘的认识了许多老师给我的启示启蒙，让我有这方面的专长，然后至今服务12年内，许多客户都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也是非常希望说从这些专业帮助到许多人，不管从黄道吉日、风水地理，还是八字、紫微等易经卦象来替人家做分析，来做未来的规划，让这个风水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人，然后让大家可以做出更正确的决定，希望大家可以不管身体方面、财运方面、感情方面都可以越来越好。